我在剧里就是扮一个摇滚小青年，名字叫向前进。在家里是跟奶奶最亲，奶奶对她最好。真的呀？小鹿呢，就是她真的让我觉得我是她的奶奶。我是你奶奶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我吃完饭就外滚。然后她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呆萌的状态。你看他就真的觉得好像自己是他的长辈，就是你特别愿意去关心他，爱护他。你好，我姐叫你。我都没查得出来。每个潮汐跟我乐队的对象，学习的心是心态是摆得很低的。是他那条路有没有人，他那条路有没有人。年轻演员最危险的通常是口条，但鹿晗表演口条特别好。嗯，没大没小，叫姐姐。叫姐姐，不要找我朋友。你能抢我写的歌了？好的耶！中国有句话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人。我觉得导演很会选我们这个家子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这一家子坐在那边，我也有那种全家福的感觉。累积成永恒。